过寿嘛，我就想给你添个巧，谁知道这破玩意儿不争气。交到我手里，我根本不知道啊！那命令交给谁了？啊，是不是交给你们三连人了？是，可那货，来了足足到三天，原来就是个民兵队长，临时招收上来组织担架队的，谁知道他脑袋让哪头驴给踢了，愣敢跳出来接命令。